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，我的新 EP 西已经上线了，全新的曲风和梦回西周的故事有没有唤醒你的耳朵呢？希望你们喜欢主打歌曲面纱。最近和面纱一样受欢迎的还有一群由万达广场打造的神秘英雄们，心中有光，世界不暗，一起来万达广场遇见主人公们吧。